不行，不是，我帮你搞定一个人，好吗？不行，哎呀，海哥，我跟你来，海哥，我跟你来，我跟你来。 你跟我来啊！我跟你来，来，快点！我不行，我贴纸，我这个受不了了。好吗？我可是第一次撕啊，我从来没撕过，我没经验，所以我教教你吧。我可是第一次撕啊，我从来没撕过，我没经验，所以我教教你吧。哦哦！呼呼呼呼！ 怎么会这样啊？没关系的，人胖了不太灵敏，毕竟你是连我也撕不过的人。我要去反省一下，不要理我！啊，不要理我！凯哥太惨了。三位成员，其实我们这个 KTV 房间里又出现了新的空白贴纸。 到处是坑啊！现在贴纸在谁身上，我们会给这个成员发短信。贴我哪儿了？回去门先贴他一个。欢迎光临，到里面去。我不知为何。到里面坐，到里面坐。 因为刚才贴纸在陈哥身上，15分钟之内你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要在你的唱片里扣除5万张。哎呀，你把谁撕了？你猜一下，你又把郭麒麟撕了？没有，因为大家都想撕郭麒麟，我知道王苏龙是吧？郑恺，真我郑恺又被撕了2回了。 有没有奖励？有，有奖励。恭喜坤坤是第3位进到 KTV 包厢里的，可以获得17万张唱片。哇哦，谢谢。